在跑緊千八十二號張智霖，冇乜賽績嘅喎呢只馬，上次第四，近幾好嘅近績，其實咧瑞蘭四五一二咁樣啊，啫四五一二四咁啊，即係好多喺好多喺前四前五名翻嚟嘅，有一個 win 添啊最近。贏過嘅馬咧就係一號七號。入个位置的就是6号、8号、9号，即是1、6、7、8、9是有些赛绩，其中1号、7号就是赢过，不过7号近绩就不好，1号近绩就好一点。上次成绩好的入了位置的是1、3、4、9，怎么说我估呢，即是这几只买1、3、4、9很多人选的。张智霖只马叫做瑞蓝，一号重磅跑千八八倍，哇，好多飞喎！上次十六倍就潘明辉跑第二，而家潘明辉骑只何言嘅九号，试下搵啦。中翼你要排一号啊嘛，减佢十磅，佢系落班红丽社，红丽社喺呢个路程系赢过三次嘅，一晚赢过啊一号，上次成绩都好，跑第二，五号而家见到呢一只叫做飞驰，飞驰经常好后嘅，冷门嚟嘅，可以四十几倍，十二十二十一十二咁样。所以就是必然是冷门来的，这个何泽耀一档飞驰，上次何泽耀八十六倍跑第尾，努力啦，即是这些是体育精神的。不是说他不行，他都初跑此程，不过经常都跑在后面，即是好像没有一段可以有表现样，所以都是冷门。果然进，果然进比布文骑，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经常都说事在人为的，即是你看这些新闻就知道事在人为，看事在人为，我是投注的，我的骑师，你想想被人捉到不好彩，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做。三号果然进，布文跑过两次就未上个名的，但上次呢布文三倍跑千六，跑第三的。现在看到这只是活力多多，上次十一前次八，所以应该是冷门，连他十六倍。活力多多咧，上次是中翼礼三十六倍，而家就十零倍，呢只马多咗飞嘅只马。二号仔，第二号仔本路程咧就系初跑次程。二号仔叫活力多多，果然进，都系冇赛绩嘅本路程，但系近绩嚟讲咧就三号几好。活力多多。上次十一前次第八，再前次第十，即系飞又多咗。四号贺言，红富之王田泰安，十三倍。红富之王就系上次二十三倍，夜三倍就跑第三嘅，咁今次系十零倍。破言九休复出，四个月九休复出，六号奇利段金本路程入过第三名嘅，上场咧就五十几倍黄俊跑得好后嘅，咁而家十五倍周俊乐跑飞多咗，换咗骑姿之后飞多咗。本路程入过第三，
奇利段金上进王俊跑第十，连续两场跑第十，十十二咁啊，即系跑咗场，跑咗场呢个入 Q 咁之后就两场都好后啦。七号而家见到一只叫巴基之友，巴基之友赢过噶喎，六倍，巴基之友又俾咗潘顿，得两只马赢过嘅啫，就系一号、七号，六倍俾咗潘顿骑。上次咧就系、是、七号仔，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十。前次第九，呢啲马咁厚嘅，应该系冷门嚟嘅，系咪？八号嘅巴巴币入个位置，本路程。巴巴币上次第十，前次十二，应该系冷门嚟嘅呢啲，哇，都唔冷喎，真系好。即系七号、八号都系比上次多咗飞啦，多少少咁啦，即系啊，即系七号系多。即系巴基之友比较明显啲起咗飞，对比上仗马，咁蔡明少巴巴币，巴巴币连续两场十几名，应该好冷门。九号咧就系、是、叫做幸运飞弹，话呢只马先热得紧要嘅呢只马，上次第三啫，前次第七，再前次十一，即系渐渐近。幸运飞弹入个位置噶。上次是潘明辉跑第三，咦，原班人马再来过。这只马好像有些诚意，那只马好像潘明辉。十号仔就黄金风速初跑此程，黄金风速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十一，这样很冷门的，这些应该是冷门的。格仔三上次成績好是1349，所以我估啲主持好中意揀呢啲嘅。黃金風速十一號叫從所願放行星初跑此程，從所願就上次第五，前次第十，敲門啊呢只十倍。從所願上次係。六十倍喎，上次有三隻馬起飛嘅，巴基之友、巴巴幣同從所願對比上一次，對比上一次啫。十三號就叫勝出魅力，隻馬本路程就唔好。勝出魅力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十，夜幾倍啱啊？呢啲馬勝出魅力。十四钟奕礼轻磅轻上加轻，本路程入过第四，而家赢配放啊，放啊，真系几好啊！其实点解唔点解钟奕礼骑只一就好啊？真系啊，一好重磅。好啦，睇晒啦，钟奕礼骑只咩幸运胜区骑得几好啊？星期三、啊。我买两只近绩好的，三号九号我买这个布文和这个潘明辉，好蒙啊，现在落雨。五号很多次都是跑十几名，所以冷门。二号仔又是上次跑十一，又是冷门。一号红丽社本来几好降班，十四档都是很重磅，是怕的，我自己怕的。为什么不找个见习生放下嘛，真的。王志康要一号、二号、八号、九号，我要三号、九号。我都喜欢，真的很 好师傅。三号呢就一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九号咧，就系上次入咗位置嘅十二、十一嗰只边线跑第四、第五，蔡俊佳都系拣细 number 啊。二号、一号、三号，
Michael 就2號、7號、11號、14號哇好散啊啲馬。7號是怎樣呢？7號就是潘頓騎了上去之後就很熱，9號就潘明輝這隻馬，這隻馬上名的上一次本路程也都9號仔是入過第三名。咁何然第二隻馬紅富之王咧，就係四號仔咧，就係本路程冇賽績嘅。女士咧就揀7號一號，好多人都揀一號啊，即係因為一號係班底高，一號、二號班底都高啲，所以得到啲主持人啊揀佢。一號係贏過，七號係贏過，其餘咧就係六八九就入個位置。Jenny 姐要3號1號，我都是要3號，不過我要3號9號。馬雅就即是澳門騎師張智立，幾好，在澳門成績幾好的。12號仔的騎隻，12號仔現在是22倍。瑞南呢就12呢就是上場第四邊線現在入閘了，現在出魅力頭場的賽事千百米交給閘前，想埋隻活力多多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頭場賽事五班千百米大熱是3準備。瑞南在閘入面都有些走真肉的，今日都有少少雨粉嘅，一路都好啦。黄旗举起，最这一步啊，都系争啲，佢系有啲抽身肉噶啦，呢只都喺闸入边又打下脚啊。或者张智立佢入闸唔乖啊。好日今嚟呢度騎一場，都要入去跑下啦。瑞南，我都想佢跑到啊！出嚟競逐下啦，嚇！全部馬匹重新準備妥當，大二暫時係3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瑞南啊慢咗少少喎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有呢只黑衫啊松鎖完啊，咁再見到喺外邊咧就霸氣自由啦，出邊啊齊起嘅，第四位大面箍藍衫中檔幸運飛彈埋邊啊黃金風速啊，好多針嘅馬啦，咁啊內欄咪只飛馳啦，中間勝出魅力啊，喺外邊藍眼罩淺藍衫就紅麗射，後邊六匹馬活力多多啦，咁啊巴巴閉啦，再後邊嘅四隻奇利短金果然進咧就黃衫響尾衫啊，後邊兩匹馬分別係紅富之王啦，同埋出閘慢咗嗰只係瑞南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千二米嘅段處啦，一對馬放頭嘅埋邊位置係松鎖完啊，響佢外邊咧就齊起啦，巴基之友就第三位，響外邊咧就紅麗射啊，內欄第五有呢只黃金風速啊，中檔第六位咧咁啊有呢只幸運飛彈啦，內欄位置係飛馳啦，咁再後邊嘅馬勝出魅力啦，出邊走咗上去喎，黃衫白帽活力多多，咁啊轉彎走啊，後邊嘅馬奇利短金跟佢走，內欄尾四啊有巴巴閉啊，尾三黃衫係果然進啊，紅富之王喺尾二暫時墊後，仍然係嗰只瑞南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松鎖縣仲係佔先半個身位嘅，齊起第二位啊，紅麗車喺外邊啊進佔第三啦，跟住四五位埋邊白衫嗰只咧，咁啊有呢只黃金風速啦，綠色衫白鼻梁。巴基之友攞出去啊！外面走咗上嚟，有活力多多啦。出边冚嘅马咧，仲有呢只幸运飞弹、奇利短金同埋胜出魅力啊！搏入边系果然进啊！好啦，最后300多米啦，从所愿占先少少，草出嚟嘅马有齐起啦，红丽射啦，咁啊呢只巴基之友比落去相当好反应啊！再后边嘅马咧，仲有巴巴闭果然进同埋幸运飞弹啊！最后100米到，咁啊巴基之友就已经系透出咗噶啦，埋边有从所愿啊，红丽射又上翻嚟，最后50米，巴基之友已经系奠定胜局赢梗啦。跑第二名的嘛，红丽射第三名埋边松锁完，第四名就揞上揞落了，那埋边灰马是齐起出边巴巴闭啊，结果先拔头筹就是这只巴基之友啊，那少少恶高的头啦，但是比下去都相当好反应，而夜马跑第二名红丽射追了上来，入边放头一只松锁完跑第三，第四名
鴨上鴨落啊！十四號位齊起，八號外邊巴巴閉。七號嘅巴基之友啊，臨尾落到4.7倍啊，潘頓先拔頭籌啦。第二名咧，一號嘅紅麗蛇啦，就係梁家俊。第三名11號馬從所願霍宏星。第四名咧，因為十四號嘅齊起啊，鍾玉麗。麦潘顿先麦头筹啦，拣咗呢只啊啱啦。其实另一只都怕二喎，系啊，红泥蛇啊，两只都系有啲班底啦，系五班。咁啊，秋仔就系换人，有飞兼落飞，咁就赢咗出嚟。七号仔系赢过嘅，一号、七号系赢过嘅，咁啊两只马就喺前边啦。我都真系唔识拣啊，真系好失策啊，就拣两只赢过嘅咪得咯。即系布文跑得喺呢度啊，全程都冇，佢好似冇乜心去跑呢场马咁样。潘明辉就喺呢度，潘明辉买入个位置嘅。咁就七号仔咧，巴基之友咧就系白昼六三，都系喺后边嘅。睇下边度先，睇啲。白昼六三，哇，好蒙啊，真系！白昼六三，今日颜色都睇得唔清楚。好啦，而家呢个从所愿喺前面，呢只马有位置派彩喎，呢只。咁只二号仔活力多多，而家喺呢度走上嚟。嗱，六三白昼，原来喺呢度俾啲马挡住咗，睇到啦，而家呢只就系白色鼻梁。呢、这个就是潘顿啦，呢、这个潘顿只马而家喺第五位，第四碟转弯，都跑多好多路程，咁啊跑直就冲啦。哇！布文只马就冲咗喺，走咗入去里边，系啊，走咗入马林当中，冇啦，算数啦，真系。咁啊，潘顿而家冲上嚟。赢过即系赢过啦，呢只马呢个路程赢过。咁红丽舍重磅梁家俊跑上嚟，呢两只马赢过，唯一两只马赢过就赢咗呢一场啦。好失策啊！呢场啊，冇钱收真系好失策啊！真系。1349系上次成绩好嘅。我七号近绩就唔好，但系换咗人，即刻咁醒，279蚊 Q。